古拉加斯，哎，来一首梦魇克他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怎么不送礼物？怎么十五级？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十五级牌子很难吗？啊？人家很多人都是以前什么送个鱼丸卡个牌子，现在都十八二十级的都有了，天天送荧光棒，送完就到了。我觉得不难的呀，只能说你没有按时送荧光棒。现在又有这么多什么双倍、三倍亲密度，又签到又免费礼物，都升级非常快的，现在快递很。怎么会难呢？那鱼吧里面之前都前年就有人说了，我就送了一个半卡，我就是十八级牌子的了。你们不送荧光棒，有些人又会掉亲密度，那肯定就慢了呀。你试一下每天送荧光棒，亲密度又不跳，牌子升的就很快了。到底打不打呀？来个水炮，他死了。他 Q 快好了，咱先拉扯一下，这不拉扯直接被 A 死了。这纳美饼干也不吃吗？饼干吃了再拖一下，感觉可以打。我好亏啊，节奏断了。刚才这个派克手都抬起来了。再刷完一组，直接控蟹去了。酒桶一般，不对，他是这把是红开的，好像，因为下路在埋伏我们这边打架的。我们中路有线权，下路没有，我再帮中路 Q 一下，把兵打残。他等会打下路打架可以先过来。这酒桶在我们野区里面这边，我都扫到一个这个人了，一拉上他死了，挂个虚弱，杀。这边节奏别掉了，车轮战。你看对面打的就多聪明啊！刚才给这个永恩挂虚弱就不要管他了，他被挂了虚弱伤害不高，他进化是先开的，我记得。直接发，先把酒桶杀了。为什么先杀酒桶的？首先他等级比较低，其次他没有多兰系列，他血量比这个永恩变相就等于少200。再者，这个永恩被挂虚弱就降低伤害了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先击杀有伤害人，再击杀没伤害人就比较好，而且他比较脆，我们杀的就比较快。打野一般血量肯定要比单人线低的，首先经验就跟不上了，而且他会买多兰，还会额外再加这个血。而且线上的你看中单都是带骸骨点绿色的，他就更肉一点，变相等于多300血。不是卡牌没输出，是他没跟我集火这个酒桶，梦魇伤害很高的。
他只要补一点点伤害就可以了。酒桶一级减伤很低的，约等于没有。赶紧先把等级补上了。这怎么没意在了，快升六了，可以反蹲一下。Q2 有没有？他不 Q2， 我先吃蟹子呀。我会说妈的有人要过来了，这样的青钢也要来。好憋屈啊，我操，真你妈难受。给个黄牌他死了。黄牌来一个，这没意义了。我这样打的贼难受。他有 Q2 了，四级杀米了，救一下，那还够了。你玩酒桶说减杀 50%， 说别人没有。我会说玩酒桶减杀 50%， 你得看等级啊。我都是学了五级 W 加七八百的法强，他减伤有法强加成的。他三级的时候是一级的 W， 怎么能一样呀？这就好比一个是幼儿园，一个是大学生，你就非得拿去比较吗？我大招来了，来双飞一波，全球流。没视野了，我还想带一波他的 E， 等一下这个调一下啊。待会儿应该买个针眼放在地上，然后就跟着他过去就可以。这波卡牌没大了，有人大好像也开过了。主要这两个东西战斗力现在不是一个量级的，一个是雨量级的，一个是重量级的。瞬间两个人，再见。回家先把这个圆弧买了，四个头的派克，这把找机会飞一个上路来。这维克托可以卖一下，这青钢只要大过来，我可以直接飞他给他杀了。我这一打架他就有队友在。这厄维尔也打不过，一v一可以打得过，厄维尔就没得打。不知道这永恩有 R 没有？到底 R 没有啊 ？R 了是吧？那我飞他了。始终你是要回来的。
中路被我杀了，上路没血，打野野区打不过。但是我没成绩，可以往我这边靠一靠。这酒桶应该是不敢过来。把先锋先收了。上路兵线比较好，这狗东西还敢进我野区，凭什么这么装呀？开大飞他呀，他死了，都没有队友，你是个嘚儿，这这么这样子进我野区的？还不来，我都给他杀了。这梦魇是比较 counter 酒桶的，一手恐惧，然后一手 W， 吃了一个技能他就没了。把线推过去，不然他待会要来恶心我这个永恩。把先锋开了，直接换钱吧，别又死了。该你又死了，我都不敢排这个眼，派克要来，这样子好难。这永恩刚才闪现被我打出来的，看能不能飞一波派克。派克死过了，那算了。我有二了，这不看看酒桶有没来反蹲一下，直接把技能交了，来一口，冻住了。大招，你怎么进塔了？睡吧，睡吧。水晶改造来一个，是吧？感觉没有一路比较会的，差点买错了，我操！这波得先抓一下对面来。抓死一下拉拢，正常的话这会三打三四打四都打不过，这永恩这会作战能力太强了，这卡牌他又不会打支援，这英雄对线的话又很弱，得先秒一个才可以，就秒这个 EZ 了，就是你了小花毛，飞下了，四打三才能打，那这种情况就一定得抓一个，等他回来，他会回来，这样才能打，知道吗？就一定得抓一个，然后再把龙收一下，再把塔推一下，巩固一下优势。那你军是打不过，烈士打不过，优势怎么能打得过了啊？这优势再打不过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EZ 要来了，这娜美跟我过来，你 A 这个眼干嘛？到了已经，晚安小花毛。4AD 对面来双铁板鞋好了。
怎么也就靠一首恐惧吃饭的，能不晕的酒吗？而且他这个E不是秒放的，他得一两秒之后才能生效啊，最多可以恐惧个 2.25 秒。你推了线游走，跟他说一下，怎么给你吃狼啊？你在想屁似的。有眼，我误会你了。我大还差一点点，我都提醒下路永恩去了，这永恩作用太大了，你让我搬一波被他们中右游一波，等情感也先把E交了，修一下，加个速，卡牌开个大，开个视野，翻牌定住，开大呀。人才，我这波要是没二又给他跑了，哎，这把队友比较可爱，让他跑了，哎呦，这伤害真的把我看麻了，兄弟，你关键是你还空了，哎，心累。我们上路又在带 AD 被抓死，中单没伤害，哎呀，这游戏怎么赢啊，哎呀，跟一群傻子在玩游戏，哎，还好他杀了，可以快快快快走走走，派克去了，派克去了，来护火甲，来个秒表吧，我又没有失误，为什么每次要说我老了呢？只能说对面玩的比较好吧。我野区优势线上我也抓了，这队友老是会送回去，那你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信号也发了，他还要死。老有人说以前你能一打几，那你得看以前啥版本经验啊。那以前这个打野这经验没削，那就随便队友送了，他我巴不得他多送一点。那我这把该杀不是杀了吗？我都被针对，我还起来了。对面上又过来了。就是这种少一个人，这波伤害蛮高的，秒表骗了蛮多技能的，能杀到他不？有磁场在吸住了，再来个 Q 拉扯一下，别站原地啊，拉扯完了他死了，心安理好，你跟团了，我们上路刚才 TP 好了没有啊？我看他现在好了，不知道他刚才前面有没好。
刚才这个上单拉扯一下，说不定能打得过，说不定可以多打个 Q。他在那原地跟他打，他的射程优势就没有了。但是我有锅甲子，这不就等于变相卖一通？还想杀我？锅甲立大功这一波。大龙啊，哎，直接团可以打的，二十秒够打，来来来，别吃了，快点来，别吃了，待会就差这几秒，真的时间很赶的，可能就差几秒，对面人就来了，我没什么状态的，这沙米拉晚来了六秒，这六秒可以打两千伤害了，对面酒桶已经复活了，完蛋。还行，他还没到，他比我来的想象中的慢了一点，差点就没了。我下波没护火甲了，我没秒表了，来个青玉吧。这沙米拉三件套凭什么不能六秒钟打两千多伤害啊？而且我跟你们讲，这红青玉打大龙是有伤害加成的，这个巨杀对大龙是有用的，你们知道吗？通路被开了，杀完了吗？杀完那就可以了，可以，队友长大了。我看青钢也开不开 E， 他把 E 开了，那他死了。追一下他，我来剪个头，给你们科普个冷知识啊。对大龙也有效的，除非他修复了。我以前玩小手就是走三件套秒龙的，就必要红青雨才能秒。说晚了呀，说什么呀，红青玉打大小龙有加伤害呀，打十级野怪啊，这不是说完了吗？嗯，可以，这队友长大都有用了。哎，秒的慢了一点，还是被他晕住了。这带个啥装备呀？守护天使啊，这我可以跟你们聊起天来了，刚才不能聊，现在可以聊了。我们也买蓝色的吧，对面这把血量也不是很高，再 Q 拉扯一下，再打个 Q， 没有出来了。他买的是三穿的，他炉灯的鸡蛋。我这波有护火甲，这个团很好打，刚好我们这护火甲跟这个小龙是同步的。看能不能冲一个，先升个十六级三甲来，这波龙团打完之后应该就碾压了。我们这个阵容本来就比对面好的，他们这个阵容就是个菜刀队。这酒桶是 AP， 但他酒桶这个他玩的感觉玩的挺一般的。这个人进去幺二三幺三进修一下。
打完这把酒桶来直播间，我给你操作一把。真正的酒桶怎么是玩的？这把队友都这么帮他了。完了，飞错人了，这不应该飞卡米尔的。我护国甲还差七秒，不行，得打完再给你们吹。边打边操作的话，会影响到操作啊。边跟你们说边操作的话，再 Q 一下他应该死了，他要回来了，丢个 W 压起身，黄牌定一下，他死了，这 Q 维克托，三双还是有点高，黄牌再来一个金牌定住龙拉下，可以，永恩过来了，永恩没有意了，永恩被减速了，上呀卡牌，你双招虚弱闪现，你怕什么？金色闪光，金牌来一个虚弱挂住，打两下。别 A 野怪啊，赶紧再 A 一下，他 A 了一下野怪没关系，杀掉了。这波娜美还是很关键的，水炮定住了，我不然我感觉他要被杀了。这个残血永恩他有双招，这么害怕他干嘛呢？他这个操作有点不太自信啊。四十秒大龙等一下能秒谁我看一下，首先这个派克有秒表，其他人是肉的，这把就秒 EZ 吧，如果要秒的话就飞 EZ、这 EZ 也有表在了，那不好杀啊，这样杀前排也可以蹭一下来，然后飞后排利用隐身拖一下时间，我护我甲有了，上单没有在，上单先把灯关了，别急，等秒表结束飞过去开盾杀掉，来嘛站撸，别怕谁，我一个杀两个，黄牌定住，我有 Q 维克托上上来迟，再切一张黄牌有没有，跟上去火炮刷新，再见，他不踢我，那我走了，再一张黄牌，开灯晚安卡米尔，再把灯关了，其实这个点都不应该来让我来接管比赛，跟你们讲这种输出闷呀，打到30分钟之后就不厉害了，所以我们这把得把游戏结束在30分钟以前啊。正常来讲，我们这个阵容是比对面要厉害很多的，就光我们这个阵容打团就领先对面起码8000块钱的经济优势啊。再搞个大龙好了，我护国甲还没掉，有人踢过来了，先杀人吧，不打，先杀人，我成绩没好的，打龙是让在帮对面，先秒人啊，过来我开，这为什么不先杀呢？开啊，过来 ，EZ 没秒表了，来，海蜜还没来，先杀人啊，来啊，对啊，先把人秒了。我有护火甲，为什么就先打龙，打野都不打了，直接杀了，打什么龙一波了呀，还打锤子龙，再还捡个五杀都不开心吗？这波应该直接就开对面了，对面打野一杠十五，发打野16-7，在开局遭受到来自 对方中上针对的情况下依旧开瑞了起来，中期差点就没了，秒了两波，骗了一波技能顶住的啊！直接下一把
下一把结束一下。对面酒桶来直播间没有，给你耍一耍什么叫几何桶啊，复刻一下。